我就是希望把你的文件，把你装的翅膀给我填充。你看我马上就讲的第一个问题，在前面一台正交通工具，在自己经过，今天来台湾最远的。我阿基波还有一个问题，重点是这个城市什么地方，它的关系要做完全这个问题。我们很怕政府部门当地的高级长官他们太久之后就忘记了市民对基层跟对政府的看法，对政府人的需求，哪一个行业不行都有辛苦的面，也有快乐的面，这个比较辛苦的是吧，是赚得到可以的价值，好处赚得到赚不到可以的钱。谢谢。